介绍一下我的宝贝小儿子。我的儿子长得跟我一模一样，特别是身高一模一样。那个儿子别紧张，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。大家好，我是赖冠霖，我是对，我爸爸第一次把我带出来见个大场面啊，好像听说是给我的姐姐们找个相亲是吧？是的，相亲对，第一次嘛，所以说就努力努力。 我后来知道为什么我的女儿总是嫁不出去呢，因为我的女婿和我的小儿子太优秀了，所以别的男人我都看不上。听取了，我已经取了。那这位呢？这个我要藏在家里的。这样，我儿子要演初恋那件小事了，你回头去看看，好不好？是吗？找寻你的初恋记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女主角找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儿子真的害怕了，刚才宰相都跑这一躲。是这样，娜娜不是他们俩，是我有四个宝贝女儿。哦，啊，对他们今天想要好好相相亲啊。他还小。那我回去了。哎。